海面，往事归傲勇何时？再问我那位帅大哥傲勇孙，希望包大人必定会替阮三个义父，洗清阮的冤枉，替阮报仇。阮三个人拢是共同一个冤仇呀。严哥也满心心念，我无法度讲出你的真名正姓，阮讲一个未错，希望包大人以你的智慧，你一定有处理的，找出这个凶手的。什么冤枉义务，当有的凶手的，何在你说道？所以我请他你啊，不能提起名字，只不过一个卖菜，怎样卖菜？包大人，你真出气啊！这个菜就是，就是汤。